上，你有听说那个纳豆出院吗？纳豆目前还在复健当中，他还没出院。那复健的过程，一切还是在进行中。那目前算是非常顺利，也期待他早日康复。加油！纳豆目前还在复健当中，他还没出院。那复健的过程，一切还是在进行中。那目前算是非常顺利，也期待他早日康复。加油！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